哪儿？阿布奇阿布奇，噼里啪啦砰！哇哦！呵呵，我们先去给小恐龙找吃的吧。再吃一点儿。小半龙，你看，哇，那是恐龙吗？是吧？好疼啊！我动不了了。他好像卡在树上了，我们救他下来吧。我们救他下来吧。你真棒，好疼啊！啊，他好像受伤了，我们快给他检查一下。他身上有好多伤口，我们快给他治伤吧。谢谢你们，我是菲菲，很高兴认识你们。菲菲，你也是恐龙吗？没错，我是翼龙。菲菲，这是你的孩子吗？啊，我还是小女生好不好？怎么可能会有孩子？哼。小恐龙是翼龙吗？它没有翅膀，怎么会是我们翼龙？它不是海里的恐龙，也不是飞行恐龙，那应该是陆地恐龙了。菲菲，你知道哪里有陆地恐龙吗？三角平原有很多陆地恐龙。三角平原在哪里呀？你们往前一直走，飞过一个峡谷，通过一片树林后拐个弯就到了。飞过去？唉，我背你们飞过去吧。你不会像刚才那样掉下来吧？那只是失误，这次肯定没问题了。菲菲，那你带我们去三角平原吧。哼，跟我走吧。你们到我背上来吧，我们上去吧。不好，是巨型蜻蜓，它们很危险，我们快躲开。你快帮我们赶走巨型蜻蜓。谢谢你。菲说前面就是三角平原了，小恐龙的妈妈一定就在那里了。妈妈妈妈，你们看，
小半龙、唐小鸭和发条熊来到了三角平原，他们在这里能找到小恐龙的妈妈吗？下一集就知道了。